讲起金融嘅游戏咧，大家一定会谂到《金融群侠传》嘅。但系我哋今次咧唔系玩《金融群侠传》，而系玩《金融群侠传》香文版。呢一只游戏咧系由台湾 PTT 论坛嘅网民所整嘅 mod 嚟嘅，可以话系 mod 之中嘅经典啊！里面加插咗好多好抵死嘅剧情同埋对白噶。有玩过嘅人咧，一定会记得里面嘅去续嘅。我哋一齐翻返去《金融群侠传》香文版嘅世界啊！在这只 game 入面咧，其实虚竹先系真正嘅主角啊，所以我哋一定要尽快收佢入队先得。小和尚一直望住呢杯茶做咩咧？佛官一滴精，八万四千重。我都以为呢个道理值得我明，估唔到我遇到知音人啦。佛话每一滴精里面咧有八万四千条小虫，所以千祈唔好打飞机啊！合啦，施主有所不知，我被凡夫看来，精中自然无穷。但我佛以天眼看精，就睇到精液中小虫成千上万噶。讲完未呢？睇你面色苍白，寻晚都唔知杀咗几多条小虫咯。实啱啦！点解我嘅同伴全部都黐线佬嚟啊？神僧天赋英才，可喜可贺，请入屋啊！嚟啦！一定系得到啲咩神功啦！啾啾啾啾啾啾！逍遥派不肖弟子苏星河拜见半派新任掌门，哈哈哈！免礼，师弟，你系我师父嘅关门弟子，入本派嘅掌门。我虽然系你师兄啫，但都要向你叩头啊！废话，师父叫师兄你拜佢为师，要你叩九个响头、啊，你叩咗未啫？我系本派掌门，唔好叫做师兄。系咧，武功啊，我要绝世武功啊！妖，呢只戒指唔可以内卖噶。师弟，你真系福泽深厚，龙丁春秋想要呢个宝石之环，想咗几十年，始终都系冇办法得到手。但你就可以一个时辰里面受到师傅垂青，你中意咪攞去雅虎度必追咯。师弟，你受师傅临死前嘅重托。点可以推卸责任嘅呢？师傅将智云交俾你，系叫你杀咗丁春秋嗰条友啊嘛，系咪啊？麻鬼烦，我就需要武功咋？哇，估唔到你屎不撞棍，仲埋掌门、啊，心情好咪杀咗个丁春秋咯。公主需唔需要休息啊？奴婢帮你宽衣侍寝啊。咪梗系，梅兰糕粥一齐嚟，有埋春夏秋冬仲好添，凑够两台麻雀脚，哇，真爽歪歪。系公主，你仲企度做咩啊？俗语讲得好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我哋一同经历过咁多嘅困难，如今兄弟有肉食，都应该分啲骨头俾我啩。女人如衣服，朋友如手足，边个仲有件衣服，我就斩个手足。烂 PK， 居然真系乜都唔理赶咗我出嚟。佢又爽成晚，我就喺度食屎。咁多个女仔都唔分俾我，都唔系 friendly， 咪走啦。睇你个衰样啊！寻晚三秒就搞掂咗啦，走啦，祖师佬！我心情好曳，唔敲同我讲嘢。呢、这个墓碑写住西楚霸王项羽之墓，有好多古仔里面，乜咪就同盗墓有关咩？我一日有机会翻嚟掘掘都好、啊，炸咗俾佢撞一啦，就而家掘，我发铲出嚟先，开始掘啦，希望冇有嘢走出嚟吓我啦！哗啦哗啦哗晒空气出嚟，啊，真系攰啊！盗墓嘅工作真系唔轻松。好彩有啲收获，呢、这个咩嚟噶？紫雷刀法地狱雷刀，顶唔通呢个真系项羽坟墓？我掘佢嘅坟啊，希望佢唔可以地狱走出嚟揾我啦。紫雷刀法喺只 game 里面咧系最劲嘅武功啊，所以咧食粥食饭都系靠佢嘅。连我西楚霸王项羽嘅武都咁掘，睇来世人已经忘记咗我紫雷七击所带嚟嘅恐怖啦。顶，咁你真系喺地狱度跑出嚟喎？你好唔错，好狂妄，有我当年嘅影子。睇嚟你可以让紫雷刀法嘅威名再次光临武林，希望你唔好堕我威名，后会有期，拜拜。都未到乱世，呢、这个项羽走出嚟做乜呢？同我 say 佢 hi 就翻去地狱啦，睇佢真系好无聊。
阿弥陀佛啦，阿妹啊，好兄弟，唔好怪我刮你个坟啊，我只系为咗过关先咁做嘅啫。超冇品，刮人个坟，你好有品，同我合作，你当我戆啊？到时你揾到之后啊，书同埋财宝一齐拎咪仲爽，仲会谂住同我分一杯羹，为咗表示我嘅诚意，呢半本42章经系可以俾小合嘅。咁阿小宝咧，够唔中意放我佢啊？我小宝系我保命符，佢一离开我就马上冇命咯。哦，咁 sorry， 我陈浩南出嚟行咧，一系够雷，二系够雷，三都系够雷，我冇地凭我见识不够嘅，咁就唯有借你一镬啦。顺便交埋另外嗰个半本42章出嚟添啊！你老母，二爷对你嚟讲啊，就同狗屎一样啊！你攞咗我半本42章经，仲想过河拆桥？孔教主是中国功夫，好厉害，神奇！我呸！洪安通嘅三脚猫功夫，十个洪安通都唔系我兄弟嘅对手啦！哈哈，高你尊蛋，我就俾你见识下咩叫真正嘅 Chinese 功夫。哇，雪地啊！今次我哋轻功唔系好好啊，净系飞到咁远嘅啫。好休息。哇，好难睇啊！啲字阴功咯，巴赖晒咁样。我哋慢慢揾先。紫雷刀法啊，揾到。老豆都冇飞 ，boom 俾雷劈，好厉害！原来你啲先系真正嘅 Chinese 功夫。大侠唔好杀我啊！我系青城四手里面嘅后人红啊，有九红想添，凭咩要我唔杀你？我知道个秘密，你讲啊！林振南死前曾经要我话俾佢个仔听咧。哦，佢喺度讲紧嗰本辟邪剑谱摆咗喺边啊！哇，有400公年人哋啲家私都爆埋出嚟，有冇搞错啊？好，唔错，呢个信息好似几有用，我就放过你啦。多谢小侠，我知道小侠嘅 size 一定系从3cm 起跳，难怪唔单止武功好啊，仲哇，呢句话听嚟几舒服。好啦，见你本身唔差，千祈唔好群埋班坏人啊，翻屋企种条打飞机啦。系，等等，我知道你想问咩，但我系痴眉妄想，四小鬼各自赌场，我可以过去啦。你又知道我想问咩嘅？我的确有幅上联相，睇下阁下能唔能够对出下联、哦，考下你咧。即管考。一乡二里共三夫子，不识四书五经六义，竟敢教7、8、9子，十分大胆。十室九贫，凑得8两7钱，6分5毫4厘，而且3心2意，一等下流。好工整、哦，年轻人，你投靠我哋民进党啊？民进党？呢度系民进党？你在说什么？我民进党在江湖上何等的地位，你居然不知道？北漏洞拉嘛，是吧？你怎么知道我们的口号的？因为我都是正宗的台湾人咯。看来我们找人去宣扬我们民进党的理想是对的，不到散步的种子已经开花结果了。如果屋里面有什么你需要的，即管拎，不要同我客气、哦。日后、啊、如果你有什么困难的话，就回来找我啦。到时候就算我帮不到你手，我都会 call 埋去帮你嘅，只不过咁都要先靠你将我民进党嘅明星发扬光大先。混账！一个客人坐喺王爷位度，成何体统啊？快啲烂！啊，原来系冯石范大老爷，我翻翻出去抹台先。顶你啊！原来你只系一个下人，仲同我讲咩民进党主席？虽然我而家只系一个下人，但我相信日后民进党一定会在我手上名扬江湖的。这条片就来到这里，希望能够勾起大家以前玩金融群立传香文版的回忆。